日据港媒报道，周迅与谢霆锋密恋两年，他还在香港与谢霆锋居住同一大厦，以争取时间见面，但双方都否认恋情。旭峰恋一经爆出，立即抢占各大头条。正当大家准备高呼在一起时，又有惊天猛料爆出。有周刊报道指，和周迅密恋的其实是有夫之夫梁朝伟，周迅只是借与谢霆锋交往来刺激梁朝伟。内容称，梁朝伟与周迅因连拍两部电影《大魔术师》和《听风者》而擦出爱火，已暗交两年。最近刘嘉玲的妒忌心起疑，梁朝伟才与周迅疏远，还形容周迅在梁朝伟6月27日生日当晚找好友舒淇哭诉。随后有媒体向梁朝伟经理人公司泽东公司求证，泽东公司梁小姐一人私人事不做回应。这时刘嘉玲在微博留言，妒忌别人不会给自己增加任何好处，也不可能减少别人的成就。改变环境不容易，但改变自己很简单。觉得一切如常了无新意吗？出门试着走一条新的路线，是简单又有趣的改变哦。未知是否有弦外之音，以暗示自己并不是一个妒忌心重的女人，更加不会管束老公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